老板给我来10块钱积木。10块钱积木你拼得完吗？10块钱不就一个吗？要不了10块，给你一个600颗粒的，给你一个650颗粒的，给你一个600颗粒的，给你一个650颗粒的，给你一个700颗粒的，给你一个650颗粒的，全部呢材料都是一个环保的材质，颗粒平整，光滑无毛刺呀。6个不同款都要不了10块。那要去哪里买呢？来我源头工厂直播间，给你直播福利价，赶紧来哟。